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30面，从第二行看起。无极之深道，这一句经文念老给我们注解，深啊，无极之深道，深是殊胜的意思。无极，慧疏曰：“凡夫生彼，速生果地也。故云无极，为以作无穷极。”净言疏曰：“身道无极，张其所得了。”得道深广，故无穷极。无极之深道，殊胜。会疏里的说，凡夫是没有断烦恼的，也就是说，见思烦恼都没断。他凭藉自己善根福德因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立刻就成为阿惟越之菩萨，这是殊胜果地呀！阿惟越智是证得三种不退转的菩萨。阿惟越智是不退转，所谓的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地位最低的是《华严经》上讲的圆教初住。别教则是初地。这是殊胜果地，称它为无极。位移呢，作为无穷极，无穷极，意思都是一样的。净言疏曰：“身道无极，张其所得。”张是显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得到的果报，得道深广，故无穷极。我们看底下会书，以凡夫速登果位，究竟方便不可穷极，称为无极。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都与化身菩萨了相等，
或者我们说相似啊，而且呢，它能得其用啊，也就是它这个作用，就是能于十方诸佛国土啊，那个里面有缘的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众生有感，他像法身菩萨一样啊，就能够现身说法，帮助他们啊，成就他们，这真正是无极之圣道啊！啊，净严书则以果位之德，深广难思，故云无极。至于迦详书，则云：去者即多，故无穷极。啊，则以往生之人，无量啊，为无穷极，无极。这三个注解合起来看，真行无极。盖往生之人，众多无极，得果之快啊，快速方便无极。国地的圣德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深广无极，这三种无极啊，可见弥陀恩德了究竟无极啊。这个来解释无极之圣道，说得很圆满，面面都顾到了。往生的人多，因为阿弥陀佛他所感的是设防一切诸佛刹土，我们在小本看到六方佛赞，在这个本子，在观经都看到十方佛赞，啊，诸佛是如何赞叹阿弥陀佛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一定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此的赞叹。世尊当年在世，为一切有缘众生讲经说法，一般经只说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啊，但是《无量寿经》有证据显示，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啊，那个这个就是非常特殊了，啊，这个是对于弥陀如来无比殊胜的赞叹啊！赞叹的用意目的何在呢？无非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听到，能够见到，能够接触到，都能发愿
求生净土。俗证菩提，这个愿望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离苦得乐，早一天呢证得无上菩提。于是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对众生的恩德真正是究竟无极，诸佛如来确实有方便法，这个方便法就是阿弥陀佛做出来的。建立极乐世界，戒淫法界有情众生，我们或者说有缘众生，这个缘非常简单，只要你能信，你能解，你能信，他就来接引了。而信太简单了，就这一句佛号，智持名号。八万四千法门都破执着，这个法门不破执着，只是把执着换成名号就成功了。执着没放下，不能出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也一样，我们执着名号，生凡生同居土，极乐世界只有人天，同居土只有人天，没有三恶道，没有修罗罗刹，没有。弥陀用这个方法才能把六道苦难众生、业障极重的众生，能让他一生成就，这个不可思议。一般法门呢，都必须要靠自力成就啊，这个法门靠他力了，自己只是幸运性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一般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能够理解，你真肯念佛就成功了。可是底下这一句“一往而无人”，极乐世界真是非常容易去的怎么会无人呢？我们看《净严疏》里头说的：“修因即去，名为一往。”真信真愿，老实念佛，他就往生，这一往。无人修因，往生者先，故曰无人。先是少
往生的人少啊，为什么少？没人修啊，让我们想起这个法门啊，净宗法门呢，确确实实是佛所说的难行之法啊，大家不肯相信啊，真难行，我们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啊，60年前，方东美先生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们欢喜接受，是哲学，佛经哲学。如果是讲念佛往生，我们不能接受。不但我不会接受，方东美先生他也不接受。真难行啊！啊，接受的人真不多啊！啊，爱好佛学经论的理论人可不少啊！啊，这些高等知识分子接触到真欢喜。但是你劝他往生，你劝他老实念佛，这个做不到。啊，我跟李老师学教10年，啊，对净土不排斥。啊，净土的经论也读，印光大师文钞也看过，也很佩服，也赞叹。啊，总不能够像华严法华那样，啊，令人生欢喜心。啊，实在讲。净土经里面呢，它太奥妙了，它的叙说太简单了，字字句句虽然有无量意，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发现的。啊，于是一往而无人。啊，我跟同学们说过多次啊，我对于净土生信心，是要感谢李老师啊，李老师多次的劝我啊，这个因种下了这个因。啊，在华严法华楞严会上看到文殊普贤啊，观音释智往生净土殊胜无比的因缘啊，这才感动、启发啊，对净宗的信心啊，也学这个经教了啊，慢慢也讲几遍了啊，像《无量寿经》前后就讲了10遍。啊，从大经里面醒悟过来了。文殊普贤菩萨
教内外的学者，没有不尊重的，没有不仰慕的，啊，没有不佩服的，啊，他们怎么成就的？在华严经幕后，通通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才死心塌地，啊，不但不怀疑，要效法。读弥陀经疏钞，知道阿弥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是念佛成就的。啊，如果不是偶益大师提醒我们，我们天天读弥陀经没发现呢。他这一提醒呢，我们一看真的不是假的。啊，本是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呀。啊，这底下又加详疏曰：只修身念成就，即得往生，这容易啊。啊，这平常讲修行，啊，自己工作繁忙，早晨起来早课十年，晚课十年，时间不多啊。只要你一生一堂课都不缺，符合经中的条件，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他符合这个条件了，养成一个习惯啊，到时候佛号自然提起来啊，真心切愿。临命终时也能往生啊，有如像第十八愿，一生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命终时遇到有善友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那个时候果然相信了啊，果然明白了，也发这个愿了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是多容易啊，这种往生的人真有啊。可是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不可以侥幸，那是什么？他的一生没遇到缘。为什么临终一劝他，他就相信了？过去生中的善根啊，由此可知，往昔他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很厚啊！啊，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缘呢，临终才遇到。啊，我们亲眼见到。啊，当年在美国，华府佛教会，在马里兰州，啊，帮助周广大先生临终助念，啊，周广大先生人非常老实，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啊，临终的时候，
还有没有宗教信仰。啊，医生放弃医疗，他是癌症。啊，家人慌张，所以是病急乱投医也。啊，找到这个佛教会，那是佛教会刚刚成立没多久。啊，来找我们。我们几个同学就看，确实很难恢复健康了。所以就劝他。啊，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好处，他听了很欢喜，没反对。劝他念佛往生，他就吩咐他家里人，啊，不要再给他找什么医药、找房子了，不需要了。啊，全家人念佛送他往生，这很难得了。啊，三天他就走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临终一念十念的神。啊，而行者兮，故曰一往而无人。那么前面家祥也家祥书记的说，往生者多，经言稀少，四相矛盾。而实无为，啊，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实际上没有违背。为什么呢？你要从变法界、虚空界来看，往生极乐世界人真多，没有法子计算呢。如果从地球上人来说呢，往生的人真少，真不多。啊，所以真正呢，幸愿往生之人呢，人数稀有啊，故曰无人。啊，由此可知，这两位大师，一个是就变法界来说的，一个是就地球上，我们地球上人念佛往生少。啊，从虚空法界，那往生的人太多太多。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的首句，其果彼国都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不逆不为于过倍诸往生者，这叫三杯九品啊，戒不逆不为啊，不逆不为是说什么呢？我们换一句话说，大家就懂了。老实、听话、真干，这个大家就好懂了。不逆就是老实、听话、真干，不为也是。不是这样的人很难生极乐世界。佛教传到中国，在中国这些年都将近两千年了，大乘八个宗派真正成就的要算净宗啊，最殊胜啊！这两千年来，真正念佛、真正往生，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决定超过十万人啊！往生就成佛啊！诸位要记住啊，中国有十万人成佛，这个福报多大！无与伦比呀！
其他宗派通通加起来成就起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是3000人以上。因为那是靠自力修行成就的，真的是断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肯定是断掉的。有少数。 连起心动念也放下了，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不少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学佛的同学就会建立信心。我们说，祖上有德了，我们的前辈也。 有传统文化、孝悌仁义的根基，我们有这个根本呐。所以中国这块地方，今天虽然遭难，虽然有灾有难，绝对不会灭亡。 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了，疏忽了100多年。在今天灾难现前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觉悟了。政府也重视了，这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将来会有美好的前途。真正学佛，对于这个说法更是信心坚定，绝不怀疑。 祖宗有德，而且这个德非常深厚。传统教诲总1万多年，佛教的教诲也有2000年。所以，不逆不违也可以形容我们中国人民呐。中国人民老实、听话、正干。 是很多，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的，也不过就是最近，这一个时期而已。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100年，这一个时期，不老实的人逐渐多了，不听话的多了。 不真干的人多了，不觉悟了，我们就回头。李老师当年在世，常常告诉我，他说他老人家一生想学老实，学不像。 告诉我，老师难，真难。老实跟听话、真干是连起来的。老实人肯定听话，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死心塌地真去干。往往真成就的。 全是这些人，所以老师可贵呀！印祖教给我们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一句话，他一生不知道说了多少句啊！
常常用它来劝人。至于次句，就是自然所牵随这一句。古有两种讲法。第一个是经营曰：“其国不逆，章前已亡。”啊，其国是指极乐世界的往生的这些人。三杯九品，全是老实人，不逆就是老实啊，不叛逆，不违背，不叛逆，佛菩萨教诲，不违背，祖宗的教诲啊，世世代代都遵守啊，这种风气，我们在日本乡村还能看见啊，日本人很保守。啊，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候，我们传统文化传到日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啊，特别是在农村。那我们看了很感动啊，很佩服啊。啊，自然所迁，章前无人。啊，显示前面讲的，一往而无人。啊，显示这一句，娑婆众生。就是盖禅啊，盖是讲无盖啊，禅是说的烦恼烦恼禅附着啊，无盖也就是无因四受想行识。啊，久习就是很久、长久的时间，养成这种习惯了。啊，烦恼习气，这离念、贪嗔痴慢疑，外面啊，就情绪是怨恨、恼怒、烦，造作的是杀盗淫妄酒，这搞这些东西。啊，这种造业，是自然为之迁覆不去。啊，这些东西罪孽障碍着你，啊，自自然然障碍你，你不会去修净土，你不能往生，故彼无人。啊，下面这是念老给我们解释，说苏谓极乐与诸往生者毫无违逆，极乐是十法界一切众生的故乡啊，想去就去啊，怎么会违逆呢？啊，故人亦往。
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我们也不例外，想去就去啊，以往。但娑婆之人呢，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自然受其侵缚，不生业力，焉能往生？故曰无人。这就是自然为之侵缚不去。啊，故彼无人，这个彼字应该改个月字才好，故曰无人。啊，这不是经文。啊，我们娑婆世界确实很容易去，但是不想去。啊，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着眼了，留意了，他不想去。啊，为什么不想去？对西方极乐世界生疏。陌生。对阿弥陀佛不认识。啊，那么由此可知，广为介绍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能把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啊详尽跟大家介绍，有理有事啊，他听了之后他不能不信，这就容易了。啊，这一桩事情得要我们后人来做。啊，我们怎样能把别人说服？条件很简单，先把自己说服，你就能说服别人。啊，我自己要不是真心，我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啊，我自己还要有怀疑，别人怎么能不怀疑？啊，这就是世尊在经上常讲的，要想度别人呢，得先度自己。啊，自己没得度，你怎么能度人？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啊，那么世尊告诉我们，末法还有九千年呢。这九千年当中往下去，我们已经很清楚能看到，佛法衰了，真衰了，各宗各派都没有人了。啊，而且除净宗之外都要断烦恼。这烦恼怎么能断？谁肯断？啊，什么人能够放下贪财贪名贪色？你去劝人，谁能放下？啊，我们想想，不可能呐！啊，真正是佛所说的，末法净土成就。啊，佛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呢，佛灭度之后，正法时期，正法一千年，第一个一千年，戒律成就。
相法一千年，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一万年。这一万年当中，佛说了，净土成就。啊，净土是大道啊，无极之大道啊。啊，那要没有好的本子。怎么能叫人相信？啊，这是华夏这个地区，众生有感呐，啊，菩萨有应呐，出现了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佛多次宣讲，翻译的本子很多，他来整理。啊，在五种不同翻译本子，用这个原本整理出一个汇集本。啊，我们一般讲集大成。啊，那么这就是作为介绍西方一真庄严的一个定本，文字通常容易懂，啊，跟所有原译本也好，汇集本也好，借教本也好，现在一共是九种本子，你摆在面前。我相信这个本子是最令人欢喜读的本子啊，这是第一个经整理出来了，读这一本无一本五种原译本全读到了啊，五种本子里头的精要精华全在这里头啊，一句也没有漏掉，这个真难得啊。那么第二个呢，这都是感啊，众生有感啊，佛菩萨有应啊，啊，出现一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下莲居的传人啊，也给我们汇集了一个注解啊，老师汇集经啊，经有五种啊，他给我们汇集的注解多少种呢？193种，目录都在后头。193种经论注疏，古大德的注疏啊，用这个东西来解释经文。啊，这就是古人有这种方法，叫集解。啊，集解就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啊，会和许许多多人的解释。这样我们看这个，你看，偏偏都是引用很多资料，集解，真难得。把这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讲透了啊，那么这个本子我们相信，我们肯定不怀疑，它是末法最后九千年一切众生得度往生成佛的因缘啊，我们学佛有这一本够了。
啊，功力应当在这一本。死心塌地，啊，把全部的精神力量都用在这一本上，啊，这一本参透了，回过头来看一切大经，你就得大自在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无论去读什么样的经论，肯定没有障碍了。啊，你红宗红教都有能力，所以是一精通一切精通。啊，你功夫就用在这一部经上，这一部经搞通了，全通。这是个捷径的，最快速的方法了。啊，时间至少10年。啊，中国古人做学问，学记里头有，7年小成。9年大成，那世间法了。啊，可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诀窍，不能不告诉大家，那就是根。啊，儒释道的3个根，如果学佛呢，4个根。这4个根要是疏忽了，你不在上下真正用功啊，10年恐怕不能成就。啊，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根是地基，基础啊。啊，这个基础需要多少时间呢？1年就行了，你根就扎稳了。啊，你在第一年当中，你去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沙弥略仪》，啊，要把它做到。这个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也不是讲的，啊，这个是要做到，老老实实做到，踏踏实实的做到。你把这个做到了，你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用什么感呢？就这4样东西感，诸佛菩萨跟你就有应。啊，你没有这个根，你发这个愿，很好，菩萨看了也欢喜。为什么？你做不到。啊，换句话说，你跟诸佛菩萨起不了感应的作用。你有这个基础，你发这个心呢，诸佛菩萨点点头，你有能力做到。啊，他就加持你。你没有这个能力，加不上，加了没有用处。啊，这是诸位同学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你可不能不知道的啊。啊，根之根就是弟子规，千万不能疏忽。啊，别人做不做，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那就非做不可。啊，你不去做，你不想成就，那就是此地讲的一往而无人。
啊，《弟子规》先听啊，《蔡礼旭》有细讲，好像是40个小时是吧？是不是40个小时？啊，听个两遍就够了。啊，要把它落实，再落实感应篇，最后落实十善业，有这个基础，沙弥律仪非常容易，所以这四门功课一年就成功了。啊，如果你真想将大乘佛法啊，复兴这个使命放在你自己肩膀上，那么还有一个钥匙，你必须要拿到文言文，这是工具，因为经典著述都是文言文写的。你对文言文没有修养，这个文字有障碍啊，所以文言文至少也得学学啊。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文言文怎么学呢？背书啊，老师那时候教给我们，你能够背熟背50篇古文啊，你能够讲解，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啊。你看文言文呢就没问题，能够熟读100篇啊，能够背诵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啊。那熟读50篇，一个星期读一篇，一年就圆满。啊，要200篇的话，得2年啊，100篇的2年，啊，2年时间可以完成。啊，你不但能看文言文，你能也写的一首好文言文。啊，这属于工具啊，你没有这个工具，你不具备这个条件。啊，古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儿童时代就完成了啊，所以我们看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印出来啊，大家可以看看，不完全，过去我这个我那个早年我留了有10几本，这常常搬家都丢掉了，只剩下2本，我将2本现在印成一小册子，很可惜啊。但是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啊，看看你就晓得民国初年啊小学生过文的程度，你能看到啊，确实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写不出来啊。我们常感慨的说，古文呢一落千丈啊，你看到这个你就晓得这话不是假话。那为什么呢？中国古时候从小就叫小孩背这些典籍啊，从4、5岁开始就叫他背了啊，他背到10岁的时候，那个根基就很厚很厚了啊。11、12岁写的文章就非常可观了啊。现在这种学习我们都疏忽了
啊，每个人都可以学习，都把这个学习收获了，没有留意到。啊，成年之后困难就多了，但是过去李老师说过的，30岁以前还行。啊，肯下功夫的话都能成就。啊，古时候苏东坡的父亲苏老千，啊，20多岁才真正发奋读书啊，他也成为这个唐宋八大家的时候也是其中之一。啊，苏老千好像27岁，真正发奋读书。啊，所以这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他的两个儿子，唐宋八大家，他们父子就占3个。啊，问题不没有别的，就经常讲的，勇猛精进，真干呐。啊，在佛法来讲，一切众生智慧德能相好都是相同的，没有差别啊，只是我们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所以显得有差别，实际上没差别。人人皆是佛，人人皆是神仙啊，只要我们回头不被烦恼所牵连，我们就成就了啊！烦恼这个东西那障碍嘛，啊，这酒席改禅呐，啊，自然被他牵着走了违背了自信。啊，这都去搞六道轮回去了。这九在，你看这个话念老说的好了，总结的了。啊，娑婆之人，九在烦恼，盖伏缠缚之中，自然受其牵缚，不生业力。这一句话说的很伤心啊，不晓得。啊，厌倦，不知道把它放下，离是放下，对，也能往生。啊，总以为极乐世界是理想，不是事实。啊，对他生不起信心。啊，所以没有求往生的这个念头啊，古云无人呐、啊。啊，第二，令者法住思云，因自然所牵的因缘果殊，不假功用，自然招致苦。啊，假相云，修因巧招果，则为此果所牵也。啊，他们两个讲法意思很接近。巧是什么呢？常云窍要、窍妙、窍门、诀窍。啊，巧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隐喻着精要、巧要、恰当、关键等意。啊，念老这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意思就清楚了。故用以加强修因招果的语气。啊，所以这两位法师宗旨相同，
都是说修因得果，自然可以往生也。那么以上所说的虽然不一样，但皆能顺经义，都能够解释这个经义，都讲得通。修因得果，你修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果。如果你是修世间，世法的因，你得的是世间果；修善因得善果，修恶因得恶报，肯定的嘛。如果你专修净土，哪有不能往生的呢？净土我们今天难得了，这是无比稀有的缘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好的会集本，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季节，我们得了之后，会对净土生起信心。理上能够不怀疑通达了，事上就会肯定有这些事情。又何况现代的一些科学家，很多新的发现跟佛经上所说的相应了，能用科学来解决这些问题。来解释，使我们深信不疑。经中的修学，就是如何对无量寿经，对西方一真庄严生起信心，这是头等大事。深信之后再劝你发愿，这是第二等的大事。有头等，第二等就不难。头等大事要是有了障碍，愿发不起来，当然你更不会去修行。真正发愿，真正肯念佛，肯念佛的人，真的把心换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就决定得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为什么？你所有的念头全是妄念。你出不了三六道轮回，你的善念三善道的果报，你的不善念头是三恶道的果报，出不去。那起这个念头干什么？为什么不起阿弥陀佛的念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你往生净土啊！你生到净土，那可太稀有了。只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成就，经上讲的二位月智菩萨，等同法身菩萨。真正是稀有难逢而且不难呐，一往啊，只要我们肯去就行了。所以认知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从去年
清明，其讲这一部经解。那我们把这一次这个活动称之为演绎，啊，大经解演绎。估计10月份可以圆满。啊，现在已经超过1000个小时了。啊，这细说目的，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帮助我们升起求生的大愿。那用佛门的话来说呢，帮助有缘人快快做佛去吧，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啊，不是做别的，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十法界。啊，这一生决定成就。接着下面两句，君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得了。啊，君者，起初，念力心切，于事无求啊，心怀空寂。啊，静无尘垢啊，犹如虚空啊，这是君之若虚空啊，解释的也很好，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要有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真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完全放下，为什么呢？你往生没有障碍了。如果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就是自然所牵连。对于往生就产生障碍啊！世间最难放下的，第一个是情执，第二个应该是财富。啊，第三个才是地位。啊，名誉、地位。啊，所谓是名利，要把它讲成两个，就是情执跟名利。这个是最大的障碍，啊，世人很难摆脱的。那这个东西牵连着你，生生世世轮回六道。啊，你不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的，你怎么肯放下？
真有智慧的人，他不一样，他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看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别人是一面镜子，自己看自己看不见的。你看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六道轮回在哪里？地狱恶鬼在哪里？就在眼前呢。我们眼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看看芸芸众生，起心动念是什么？言语造作是什么？注解：佛说地狱纪要，是我们从大藏经20多种经论里头揭露出来的。看看这个书，再看看我们现实环境，就明白了。这个书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厌离心切，帮助我们与世无求，心怀空寂。我们现在要心怀弥陀，净无垢染，犹如虚空。要修清净心，要修平等心，心里头只有弥陀，没有别的。故云：君知若虚空啊，一切万缘放下，就这个意思。道德呢，正法名为道，得道而不失去，这叫做德。心不识道这叫德。勤行求道德，我们用什么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勤行求道德。这个注释里的说，意即意念单体，跟我讲的话是一样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是意念单体，只提阿弥陀佛，一心专念。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世间没有长生法了，唯有往生才得长生。唯有往生得真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先是有量之无量，最后通到无量之无量。什么是有量之无量呢？四土，前三土是有量之无量。后面长寂光是无量之无量，十报图直通长寂光，当中没有障碍。
十八土是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习气在十八土里头断尽了，长久观就现前了。一生成就啊，不是第二生呐、啊，一生究竟圆满呐、啊，啊，故云受乐无有期也。啊，这个地方经云，我们念下去。过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于彼国中，就是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见佛闻法，随意修习，修习直至成佛。啊，故云受乐无有期。啊，这是真的，啊，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舍去眼前短暂的寿命？啊，在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但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是足够足够。啊，我们对这个经教完全明白了，信心不逆了，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我们修净土需要多少时间呢？跟诸位说，一年足够了。啊，争取净土的话，一年足够了。为什么？你心里没杂念了，心里的全是阿弥陀佛。那古人常常用三年时间，那是把心里面烦恼习气慢慢淘汰掉。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说的更直接、更了当，多少时间呢？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就成就了。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宋朝云阔法师，他这个故事。记载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头都有。啊，他只用三天时间，拼命念佛，不要命了。啊，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他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慈悲，告诉他真心，他不是妄心。啊，告诉他你寿命还有十年，你好好的修行，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啊，他跟阿弥陀佛说，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想去。啊，因为自己劣根性很重，也就是说烦恼习气重，经不起外面诱惑，我再有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错事。啊，求阿弥陀佛慈悲，寿命不要了。啊，佛就带他走了。啊，佛告诉他，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三天之后真走了。啊，这说明《弥陀经》上若一日到日，其实没错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留在世间，留在世间干什么？劝人，劝大家修净土。如果不为这个事情，留在这个世间毫无意义呀。啊，佛门其他宗派，没有人能修得成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初学佛的时候，心里面仰慕的、爱好的是《华严法华》《般若楞严》这些大经大论。也收集了不少好的版本呐。认识净宗之后啊，不敢了，为什么呢？怕时间来不及了。认识这个叫一心求往生。那佛菩萨要让我多住几年，那我就知道不是干别的事情。是让我把这一部经解多讲多劝人。这个就是注释的意义。为什么要注释啊？一天不讲经，一天就不注释了。世尊当年在世，开悟之后，圆寂之前49年，没有一天不讲经。我们晓得，讲经就是把正法宣扬、劝告大家。真正成就无上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一生圆满成就啊！彼土名为极乐，安乐、安养，这个名词都是讲极乐世界。彼佛名为无量寿、无量光、甚妙如是啊，利益心求啊。这话说得多好啊！你看看它的名称。极乐世界、安乐世界、安阳世界，你想不想去？要不要去？应不应该去？我们追随这个老师，老师的名号叫无量寿。无量寿是德，无量光是慧，智慧。他的道德，他的智慧，无量啊！就佛法讲的时候，德相是无量寿啊，智慧光明啊，这是用无量光来代表。世尊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寿就是德相，智慧就是光。老师具足圆满的光寿，所以下面是理应心求。照理说，我们应该要信，就是欢喜，要求生，
要求清净阿弥陀佛，要求往生净土。娑婆秽土摄因眼里。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而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动乱，地球灾难频繁，有一个同学把最近几个月全世界发生的一些灾难，严重灾难，列个表来给我看，都是报纸新闻，网络上报道的题目，内容没有，单单是题目。我看到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多，他给我的这些资料是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7月还才半个月，半个月已经差不多接近100次了，多可怕！这半个月了，90多次，将近100次。3月份一个月大概40次的样子，5月份就有超过50次，6月份就多了。好像3、4、53个月合起来170多次，那么这个月才上半个月就90多次，这半个月我们看全球灾难的报道，一个频率月月在上升，灾难呢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要不要离开？娑婆秽土实因眼里，何更贪着世间俗事，扰扰而又无常。扰扰是喧也，喧是大声争吵，天天吵吵闹闹的。这是形容，此指四境喧闹之态。每一天都在明争暗斗。就这种心态，每个人心里面有忧虑，有恐怖，有烦恼，有牵挂，患得患失，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对真正修行人来说不是坏事为什么呢？给你最大的一个警惕，让你业力娑婆，心求极乐逼着你不能不放下。环境逼着我们要放下万缘了，要一心念佛了。
啊，果然能够得生，这好事，这不是坏事啊。啊，世人贪念所有，先于常宝。啊，这是世间人的心态。啊，所拥有的，都想长时期能保存。啊，能保住，能不能保？不能。啊，二世无常。几个人能够认识无常？啊，果然认识无常了，他就没有忧虑了，他就没有恐怖了，啊，他心就安了。为什么？事实真相明白了，万法无常，没有一法是常。啊，真常在哪个是真常呢？真正的真常是常寂光啊！啊，说个实在话了，极乐世界的四土，只有常寂光土是真常。啊，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的。释迦如来的四土，常寂光土是真常，其他的三土，十报土、方便土、有余土，全是无常。变化最大的是六道轮回呀，凡圣同居土。变化最大了，刹那刹那在变化。变化小的是方便有余土，啊，四圣法界有变化，变化小。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报庄严土没有变化。啊，它存在多久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我们人的寿命，寿长的不过百岁呀，100岁的人很少啊。啊，这个我们在这经典里面学的很多。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了，十八头就不见了。啊，无时无明在十八头断尽，时间需要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也真的叫无量寿了。啊，我们世间人祝福人家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跟三大僧祇劫去比，那就差太远太远了。啊，所以它真的是无量寿。啊，那么无始无明烦恼断尽了，就入常寂光净土了。啊，那就真的是无量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前面讲过，从有量的无量寿直接契入真的无量寿。啊，这种机缘我们今天遇到了，你说多幸运，多难得，只要我们好好的抓住，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啊，那现在我们得好好想想。啊，回去想个三天三夜。
你还是要留在娑婆世界，还是要到极乐世界？我们做个选择。如果要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此地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你就决定得到啊！念老这个幕后几句话说得很有味道啊！世人贪念所有，先于常宝，而实无常，故以为忧。但忧又无济也，又无济于事啊！于是引出此下就底下一品劝喻次净品的原文，这从这引出来的。本品即显净土妙德，劝导求生。受乐无极，这个32品介绍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说得好啊！他的目的是劝导我们发愿求生净土那下面一品呢，则是秽土卧苦，令之厌利也。给我们讲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让我们晓得应该要放下。下面劝喻次净第33，前面有个引子。上品贤极乐殊胜超绝，静定安乐，令众羡慕发愿求生。前面这一品32品受乐无极，显示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一是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无比的殊胜超绝正报特别介绍老师老师的智慧老师的德行究竟圆满无量光明，就是无量智慧呀。无量是不是无量的德行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跟佛一样，学习的环境跟佛一样，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环境清净平等，大众虽然从十方不同的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生到极乐世界都
都能够和睦相处，啊，通通都离开分别执着了，所以人人心地清净平等，啊，所以称它为极乐世界。啊，确确实实，静定安乐这四个字形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在极乐世界，处处你都能体会到，你能看到。啊，劝我们发愿求生。那么这一品经，劝喻策进第33。要说娑婆会晤啊，要讲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啊，众生障重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业障太重，三毒之身啊，三毒是贪嗔痴。啊，那么在我们现前的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三要改成五，啊，五毒啊，加上什么呢？傲慢、怀疑，很麻烦呐、啊，贪嗔痴慢疑。啊，甚至因惑造业啊，因为迷惑造业啊，造业就是杀盗淫妄啊，无界里的两个酒，杀盗淫妄酒的造业，所以苦报。啊，我们现前所受的花报啊，来生是果报，果报是沉溺苦海啊，痛不可言。啊，苦海是指什么？指恶鬼地狱出生。啊，为什么？贪心是鬼道的因，鬼最贪。啊，贪的人都到鬼道去了。嗔恨是地狱因。啊，地狱里的没有一个不成鬼。愚痴是畜生因。啊，你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你到哪里去了？三恶道去了。啊，三恶道是苦海呀、啊，沉溺苦海，痛不可言呐、啊。啊，故爱劝严厉。啊，这个爱是爱怜。爱民啊，佛菩萨怜悯众生呐、啊！啊，教化众生，劝导众生呢、啊，应当要严厉啊，回愈众生。知我行善，静静行道，求生安乐。这是这一品经的大意。啊，佛陀在这里教诲小喻，啊，希望我们真正能够知我，啊，知。物业
不要再造恶业了。那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把戒持好，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在内心里面，这是一切恶的因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要放下。啊，在情绪要放下怨恨恼怒烦。哎，那我们也就有静定安乐的境界出现了。啊，这三样东西放下，我们的心才真正清净。啊，定，啊，静定安乐。啊，身心安稳呐，自在快乐。啊，这是佛在这里教导我们。知恶是消极，积极的行善。啊，根本的善，儒释道的三个根，非常具体。啊，《弟子规》里头教给我们。113桩事，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共大概190条吧。啊，十善业道里面为我们列出善行的纲领。10条啊，啊，我们真的能够勇猛精进，努力行道，把这些东西落实，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言行，那就真正在行道。啊，精进行道啊，不但自利，同时利他。为什么？你给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大众会向你学习，会以你做典范。啊，你能够感化一家，感化你的亲戚朋友，感化你的邻里乡党，啊，感化一个地区，再扩大会感化一个国家，感化全世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呐。啊，都是从自己身心做起，才能够收到真实的效果。啊，绝不可以寄望于别人，那就错了。啊，佛菩萨是从自己心地做起，圣贤也是从心地开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